王者小信真会玩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信老师。作为一款公平竞技的游戏，氪金并不会让王者玩家变得更强，但是却可以收获成吨的快乐。比如今天我们的主角一秒钟就直升80战令等级，这绝对是你们没有体验过的新感觉。土豪先是购买了精英版本的战令手册，领取了大量的奖励之后，还有直接花了4000点券购买了后续的50级，第一时间体验了鲁班的新皮肤。也就是说，他花一分钟就买下别人玩家一个赛季的努力。而这位土豪并没有很开心，因为领到430个战令币几乎没有用途，奖励的皮肤也全是已经拥有的状态。看他的个人主页，96个英雄和254个皮肤，让人倒吸一口凉气。不用想就知道，肯定是一个拥有阿林和内测皮肤的狠人。背包里还有上千个英雄碎片和皮肤碎片，以及十几个荣耀水晶，根本不出去。更过分的是，土豪还冲上了荣耀王者。对于这样的高端玩家，小信只想说：大佬网恋不？我装起妹子来贼溜。王者小信真会玩。